来，右边的媒体朋友，好，趁机捕捉我们的画面，好，回到我们的中间，中间的官方摄影，左侧方，我们也要照顾一下最帅的哈林哥，与我们的手工重机进行最霸气的合影，呜，耶、yeah ，好，左边的媒体朋友，来，我们中间再给他们一点时间，好的，好，接下来，右边。好，我们右边再给他们一点点时间，这边还没有捕捉到画面。好的，这边好，我们下来，在前面是不是？一定要拿个道具。太帅了，有，呜！好，我们要从中间的媒体朋友，好，非常有这个手工职人的感觉。好，左边的媒体朋友，好，现在开始收我们的前轮喽。好，非常的临场感。好，回到我们的中间，给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一点眼神。好，我们请哈林哥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好吗？谢谢，辛苦哈林哥了。好的。好，在最后一个站着是吗？好的，我们再开放一点时间，我们辛苦哈林哥了。好的，再看向前方，好，帅气的照片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保存下来的。好，正前方的眼神，好的，左侧方好吗？给我们左侧方的媒体朋友一点时间来捕捉我们哈林哥帅气身影，谢谢他今天来到我们百富手工感动之旅。来，右前方，好，右前方，最后的时间，请所有的媒体朋友，好的，再一次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好，请开始。哈林哥平常有喝酒的习惯？我会小酌，我会跟这些我的老朋友们，那没有压力，所以喝起来还蛮开心的。嗯，最近酒量好吗？酒量啊，现在没有什么酒量，因为也不需要拼酒。就是意思意思就好了。所以刚刚说到那个酒，要不要想说？开玩笑，那个是拿来收藏的，怎么会拿来喝？我现在家里有很多这种特殊年份的，比如说我的出道年份啦，比如说我的出生年份啦。当然，目前这个1858，目前是最厉害的一批。可是月底学友哥来，你不要跟他分享一下吗？你想害他、啊？真是，人家后面还有几十场要唱了，我告诉你，他那个很辛苦，不能够折损他的身体，健康。他有没有谈到健康？你现在没有做心导管手术，现在都一切正常。我做的不是心导管手术，对，是一种烧灼的，那个不是心导管。现在很好，现在很好。因为最近艺人比较常生病，有没有过来今天分享说要？最近谁常生病啊？像蔡徐坤这样，谁就是业余嘛，因为在脚受伤。我是常常运动，注意饮食健康了。对。那刚刚看到那个摩托车，感觉爱不释手。我也想买。可是我是觉得这个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或者很敢玩速度的人。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车，应该是。慢慢的去享受，而不是用它来飙速度，或者是这个过弯道，啊，我觉得它是应该算是收藏品，而不是竞速品。所以会想哈林骑哈雷吗？哈林还想活，久一点，我骑脚踏车就好了，脚踏车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，这样对自己。发明的梗有很满意的，哈林吉哈雷。哈林哥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，就是价格都比较高啊。我会在买的时候会想说要给女儿省一点钱。我不会买太贵的手工产品，比如说脚踏车啦，我也许会买，因为我没有太多的这个物质的那个欲望，所以。我想小孩也花不了太多，所以不用替他省钱了，我自己快乐的过日子也就够了。
哎，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自己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了，我们就不要多说什么。我觉得这个就自然的发展，然后反正什么事情，我觉得都慢慢的去计划。所以跟他就是还聊得如何啊？跟小哈利啊，他会跟你分享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事。就是每天都会，反正强迫互动嘛。你怎么强迫他？没有，就是。你啊，今天怎么样啊？功课啊，是今天玩什么啊？怎么样啊？就是这样子啊。一样啊，画画。那哈林哥有听到焦哥求婚成功的消息哦？那早就该成功了，只是哎，我觉得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步调了。那在这个时间，那我想他一定是觉得这是最适合的、最适当的。所以要包多少？你说喽，哈雷包哈雷怎么样？哈林包一部哈雷，他不坐上去吗？他骑不上去，对对对，模型的。哎呦，你对模型这个笑话很满意的。最近是不小心曝光了你们的照片，然后大家都觉得他超级可爱，有没有可能说会跟大家再多分享一些他的？不会。你们看得到他那脸都马赛克成这样子，看得到。那你们真的有那个透马赛克眼？我觉得这个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那个生活方式。对，我是希望让他自己快快乐乐的成长就好了。哈林哥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巡回展。好，这个手工职人哈，是现在这个大家认为。很寂寞，然后可是他们甘之如饴的一个行业，应该说是一个方式，因为现在都是讲究速食嘛，不管什么东西都是要快。而这一群人呢，就默默的在做他们的事，花很长的时间，然后希望大家在这个北、中、南可以去现场参观一下这些职人。工作的过程，还有他们的产品，然后也许会引起一些朋友对于这个手工的兴趣，你也可以参加手工的行列。也许不要做那么难的东西，自己用手工做一些模型啊、玩具啊，现在还蛮流行的嘛，应该也是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帮助的。可以了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。辛苦一下，好，我们先从中间开始。好的，我们请所有的媒体朋友把我们哈林哥单拍的时刻，为我们哈林哥以及我们百富呢1858号真心酒款呢，能够呢留下美好画面。好的，来，我们这个前方非常多的媒体，我们右手边这边有一些媒体要来捕捉画面的。好，把握我们的时间。好，我们再回。